为了保护自己，也为了保护他人，所以我就戴了一个摩托车头盔，然后人多的地方我就可以把这个面罩，这个样子了。今天2月3号，初十，封城的第12天。今天天气特别好，所以准备出来走一走。我爱人他在家里面消毒，就趁这个时间我就出来转一转，附近转一转，看一下药房啊，能不能买到口罩。这个口罩你们一般进不进呢？还是说最近一直都没货？可以送两个给你。可以送两个给我。啊，太好了，谢谢姐姐，完全没有了，没有，这一次性的是吧？这是工商局刚才给我们的。工商局，哦，免费派送的。哎，对。哦，谢谢谢谢，非常感谢。送两个，送两个，一个人是吧？哦，我想买买不到。没有，都没有，零钱都没有了。嘿嘿，刚才收获了两个口罩，免费的，我感觉现在就像玩一个游戏。生化危机的游戏是一样的，今天每天要做一个什么任务。我买了一些菠菜，还有白菜苔、红菜苔、小白菜这些青菜吧，因为刚才那个超市去的比较晚嘛，几乎上都没有了。然后在超市里面大家都是小推车，还有包括大推车，一买就是买一大堆。好了，今天的生存游戏收获了5-6斤青菜和2个免费的口罩，然后今天的任务就完成了。